讲到服务社会，咱来看彰化市济兴公园，因为讲在彰化基督教病院附近，所以这病院也是开了70万，将这原本是插头所做步道，这个改做这红毛头步道，和平常在出列时阵会当更加安全，嘛更加方便。这兴公园伊所属的这新公里社区志工，嘛组成这清洁志工队，一礼拜来打扫3摆。而这个彰化市区内这公园，是成为了一个又个清气又个舒适，民众拢真介去所在。一四六，嘿，6点半。彰化市新公里的志工是抓到这摒扫工具，来清理新公园的环境。根据志工表示，因一礼拜会利用这3天时间来摒扫公园。摒扫时阵，上届推啊就是这粪扫、槟榔一个高塞，安尼无公德的这行为。上早说着吃粪扫、槟榔汁，哦，啊，甲迄个饮料壳啊，贵大个，嘿。高塞哦，迄看到迄高塞几大个？迄个树影嘛足济啊。系啊，应该甲发啦，那看到了再甲发。另外，新公公园的步道原本是这插头做的，但是已经损害影响到这过路人的安全，就是这附近的彰化基督教病院就开了70万来整修。副院长表示，参与社区是将伊应该爱做的。我有责任吼，等下来斗3天。啊，互遐个较无好破坏个遮个跑道，吼，会当好较顺势个。啊，所以阮长期有责任，因为里面个健康，长期嘛有责任来共维护社区。啊，要会好乐，嘛是爱大家里面做伙来。所以有钱出钱，啊，有力出力，长期加减啊，甲大家社区做伙做好个厝边。彰化市长柯建富也特别颁奖给这两个单位。柯市长表示，有企业以及这社区志工来运用公园是上佳好的维修方式，希望到公园的民众会当更有公德心。从社区，咱将军、将军市长甲所有志工，大家呢啊不散时来打扫着咱的新公园，更加感谢咱彰化基督教病院哈啊，伫咧咱家募捐到海里的时阵啊，因会主动啊来出这个经费70万。来修复这个木栈道，所以今天特别来这呢，来做一个这个巡视跟了解。咱看到讲，咱企业来利用着咱的公园，是咱啊彰化市总共呢啊有一个18个社区公园上好的一个管理方式。根据彰化市长表示讲，目前彰化市也有6个公园也未被利用，其他也更加侪企业做伙来顾环境。中视新闻王汉清彰化报道。